您每周工作多长时间呢？带您关注一个数据啊，企业职工每周啊平均工作时间是47.8小时。直播生活老干的说，1月17号，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中国经济数据，数据显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，城镇调查失业率降低，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69万人，比上年增加了83万人。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.8小时。